丢脸了，那种感觉。这舞蹈简直神了，彻底困了。工厂前面那种雕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吗？在我自己的标准里面，及格都达不到。我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跳舞可以跳成这个样。我排练的时候能跳十分，现在也就四分。我跳垮了呀！我一点都没记住。我很容易哭，我很容易不够自信。我觉得要哭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吧。哎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还是蛮紧张的，一紧张腿都发软了。我特别紧张的，很紧张，超级紧张。崩溃。就作为一个歌手这么多年，竟然拿到一个最差的成绩。你自己对自己的门槛怎么低吗？哎，什么都听不见，傻了。我都练了半天，我进不去节奏。一二三，走。唱不出来，救命啊！怎么那么累啊？这个我真的不行。一个没有方向感的无头苍蝇，就是也有想过要打退堂鼓。其实你不去争取，很多事情就没有了。不要再咬自己了。为什么说到这里会想哭呢？赚不服气，真的不甘心。没事没事，姐没事，姐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拉起来！我现在已经打破了不自信，打破了焦虑，打破自己吧，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我就使出我的洪荒之力，真的让我完成了100%的对自我的一个突破。可以自己为自己赴汤蹈火去做你勇敢可以做的事情。是个金子，早晚会发光的。舞台如战场，在走向战场的那一刻，我们是一个人。我们是神奇姐姐。觉得困吧，也非常有信心，所以我们一定是拿第一。我觉得到现在为止，实现了我的99%的目标了。我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要成团。我想成为女团，认真。